今天现在是2021的12月31，已经是9:10几分了。对，那我们准备要去这个台北跨年啊，这个很兴奋。嗯，快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要去跨，对，跨那个年，把个年跨上去。走。嗨，后面是有太太。小心小心，有太太小心，倒脚会扭到。有太太，今天第一次唱台北跨年，你会不会紧张？比较兴奋一点，紧张倒还好呢，因为我们自己在台北生活那么久，然后终于站上这个台北的跨年。那2021年我们有走了很多通告，你们有什么通告是比较印象深刻的？印象深刻应该是像那个芊芊的，嗯，因为一位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可以吃一整天的食物，有一点吓一跳啊，印象很深刻。因为她跟我们吃完，她自己还会去叫我们休息，然后她自己去吃东西，然后回来又再跟我们一起吃东西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像我的话，就印象深刻应该是跟台哥的吧，一起吃饭，然后在那里算是都在开玩笑了，这样就是很轻松的，就是一面聊天一面吃东西。要这样，要吗？你快贴鞋子啊，暖暖，贴两个好不好？腰这里两个，好像这贴酸痛药膏，酸痛药膏帮他敷一下他的腰了。那你们有很近距离看过101的烟火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远距离有，但是不是看得完整啦，也是上完通，唱完跨年，在路上被塞到，然后刚好前面就是，我们就在桥上看那个101在放烟火，有看过，兴奋兴奋，这是紧张还是兴奋，我也搞不清楚。yeah， 这位是袁太太，这位是尤太太。他们是动力太太。欢迎动力火车。魔王出征，魔王出征，别忘那一年那一天出发是心中的梦，那面会上山祝你要心痛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动力火车今年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让我们今年能够有很好的成绩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台北的这个舞台上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2021年的最后的一个夜晚。谢谢。
朋友活喽！哎，要去，还在。嘿嘿，各位各位，我们还在啊！我们大家一起要看烟火。醉了哈！你们醉了吗？走。你们喝了吗？棒啊！刚刚表演棒，在。你们表演才棒。我们爆棒，我们是更棒。一等一等，我们是棒。新年快乐！来，去哪一家喝咖啡啊？干杯！火车祝福您新春快乐，虎符临门。